上小朋友们超有活力、大跳儿艺节的主题曲。每年新竹儿艺节都是小朋友最期待的活动，这次将在4月1号到4月5号新竹公园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特地和活动大使河马乐乐同台，而这次虽然取消风的运动场，但结合科技舞蹈，准备要给小朋友更多不一样的艺术体验。那希望说这一次的儿童艺术节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去参加，那同时又可以达到就是说寓教于乐的一个效果。今年的儿艺节共有五大特色体验场域，有魔力大剧场、惊奇小舞台、好奇实验室、艺术小天地以及放电游乐园。其中带风 Live House 的好奇实验室，除了 VR 体验，还有视障与听障共融艺术，拓展孩子们不一样的视角。今年我们会有更多的相关艺术方面的活动，艺术活动包括手作，包括现场的制作，还有跟其他团队的互动，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的特色。其中儿童艺术体验和故事剧场都能免费体验，可以事先线上报名。5天50场演出，集结上百位艺术工作者，还有25种手作课程，就是要让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有不同感受。 TVBS 新闻陈世明、何云婷新竹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